看我试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，你觉得明天我应该穿哪一套呢？从很多好看的衣服当中，最后选的是这样的一个西装。因为平常自己不太会穿这种颜色，所以在秀上，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挑战一下。出发，我们去看秀。我也喜欢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在，就是很直接，然后特别干净利落的把最好看的衣服就直接呈现给你看。昨天跟设计师聊的时候，他就给我看一个觉得还蛮特别的一种 pattern， 就一种压花，今天在这个棉大衣啊棉外套上都有呈现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工整的设计，但今天这个压花它是比较不对称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应该挑战一下自己，去做一些新的尝试。Boss 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，所以这一次很开心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多多彩多姿的 Boss。一场大秀就能发现 BOSS 的时髦多元之处，自曝看到荧光粉 look， 还会偷偷想象自己穿上的样子。赵又廷的时髦 sense 真的不一般哟。Hello， 各位腾讯视频 A 发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ark 赵又廷。您的肩宽大概是有多少？我肩膀就正常吧，特别细，48。那觉得西装穿要好看最重要的一点？我刚直觉想要说的是身材，但我觉得这样子不好，所以我决定收回信念感。就是自信啊，你要觉得你自己很帅啊，这件衣服就是你的 power suit， 穿上它就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，被赋予的能力。自己喜欢穿什么风格的上衣感觉？就是 T 恤。那什么是你最不可缺少的身上元素呢？墨镜、帽子，因为我觉得都很方便。还有黑大衣。今天看 BOSS 这个秀，看看你觉得自己的感受如何？这一次以这个荣幸来看 BOSS 的秀，深入了解一下 BOSS 他想要传达的这个精神，我觉得还挺好。昨天就有跟设计师在聊，然后看了这个秀场，就觉得蛮酷的。就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一个 T 恤台，我觉得模特儿走的应该还蛮辛苦的。我也喜欢他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在，就是很直接，然后特别干净利落的把最好看的衣服就直接呈现给你看，很有自信吧，我觉得就这一点还蛮酷的。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好看秀的 look 吧。从很多好看的衣服当中，最后选的是这样的一个西装，平常自己不太会穿这种颜色嘛，所以在秀上可以让自己挑战一下。剪裁方面还是非常舒服的，也很绅士，看起来很大气，很优雅。服装过程当中，您试了几套衣服，或者说您在服装当中比较在意的一些点是什么？试了三四套吧，然后也有相对年轻一点的、前卫一些的，但我觉得还是穿一个适合自己的、我自己所理解并喜爱的 BOSS， 我想通过这个今天这条西装呈现给大家看。第一次作为 BOSS 的话，给大家来看 BOSS 秀整体的这么一个感受。 BOSS 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，还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的，有比较年轻的像运动风，也有比较大胆的黑色的，所以这一次很开心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多多彩多姿的 BOSS。 印象最深刻的是设计师跟我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他想要利用这件衣服去引导出人自己本身就有的自信。那那个这一次看秀，那您最喜欢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单品？看一个觉得还蛮特别的压花，棉大衣啊棉外套上都有呈现。那看到那个荧光粉的那个，有没有什么当时走的？我有想象我自己穿的怎么样。我觉得应该还行。那很多人评价你的情商非常好，你这次怎么样？还行，我想过想。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发现的好物，
最近看了一个好书，吴有英导演继南极决战之后又写了新的一个作品，叫做沙海人们。